写寒夜，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。汪文轩在大学念教育系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是理想，可是他工作了这么些年，地位越来越低，生活越来越苦，他终于还肺病失业，痛苦地死去。他念念不忘他的妻子，可是他始终没有能等到他回来再见一面。在旧社会里，好人偏偏得不到好报。巴金，山。